我们真应该去一个酱油去上路的。我下路圆盾，两吃数一大红抗压，这样的话起码有一路优势。不然我们下路三个人也打不过，什么一个沟壑，一个套子，还有一个吼，根本杀不死斧王。斧王随便补刀，只要他状态满，他就随便补刀。主角转都打不过。哎，九生，好久不见！没记错的话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还剩十秒。现在圣者英雄就是个 burden 啊！还剩就碰到斧王加亚巴顿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来一个 gank 型 QP。请挑选英雄。谁啊？请挑选英雄。沉默在哪？我方沉默在哪？还剩十秒，斧王先生沉默。还剩五秒，请挑选英雄。我觉得现在好像斧王比较厉害啊，斧王比剑圣厉害。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对面敢选五进站吗？巨魔又不是进站。先选吧。二楼你拿个烈士路吧。宙斯朝西干啊，就打正面。我们这阵容，我要是被朝西，我要是被那个赏金油了，我们正面就打不过了。出门买个针眼啊！
对啊，你选个潮汐，那是别人的凤凰。蝙蝠翼手恐，哎，蝙蝠沉默，武警先手，看打的。守卫盛唐，你上跳什么？闯进家门。请自首。买个阵球。已经出发了。你丢一个。我明白了。抢一路吧，别抢两路。来把这眼给我，凤凰把这眼给我，把这眼给我，凤凰把这眼给我。哎，你们去抢，你们去抢下路吧，下路你抢不了。应胜唐之命。你们先去抢下路，上路真的不好抢。啊，有意思。我发誓。那我会来帮你的。嗯，好的。嗯，知道。30秒后战斗开始，非常乐意。抢了副沉默，马上上了。蝙蝠下单啊，不是凤凰下单啊，我翻译了。有赏金的，你先在下路待一会儿吧，兄弟。我有针眼的。真有意思。悄悄的，上了好多人。征战号角响彻全。你吃吗？我吃。快吃！有赏金了，兄弟。为了我的誓言。赏金吃不就死了？明白。他为了抢过去的。发现秘密了。啊，有意思！休想跑！我发誓，我知道了。我的娘！把我忘了买了，三级了。非常棒！夜眼信使已被击杀，我瓶子没了。也没人给我放针眼啊！你瓶子被赏金杀了。他应该在后面，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？他没露头啊。悄悄的。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问题有点大。来杀他！哎，哎呦，昨天出了什么？干嘛去了？神权所得，也是神力所得。是什么松啊？王打野去了。真有意思。我发誓。我明白了。就这样。哎，我叠五层，我喊你杀他，你怎么走啊？什么秘密需要泄露呢？秘密由我追逐。别动他啊。好的。发现秘密了。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为什么不动他？明白。哎，你顶塔了。哎。啥塔？我操，你好牛逼啊！能保上经验，你的
的失败对我来说不是秘密。我的瓶子，我要回家拿瓶子。非常乐意。这不玩起打野的，有绿鞋了，我操！没事，我们家蝙蝠是大神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明白。一枪心战死，别活了，又死了。我自己回家运瓶子了。我明白了。那血还不出来？发现秘密了。哎，什么鬼？好的。赏金射。赏金战上路露一下头，你也去小心点，蝙蝠。哎，过去找你了，蝙蝠。肯定是我先杀他。我知道，我跟你说一下。我也在赶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没事没事，杀不掉。暴击还是要暴击。换兵我来了我来了，你来晚了，加速了，加速上来。明白。哎，我操，被打晕了，我去了吗？哎呦，应圣堂之命，惊呆了。我真的吗？你这样一下晕了，真的打晕。这儿有蛛丝马迹。啊！我操。我的目标明确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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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魔还有人蹲。OK， 刚好有弹。明白。好。哎，他又去杀鸡。好的。还好我看到了。这个。杀粉了。那个不杀了。我吃回去。陷阱已经就绪，上路不被控了，没盲杀掉我操！发现秘密了，我要把它，我知道了。八野六啊！我发誓。谢好。两只圣堂在微笑，为了圣堂，已经出发了，真有意思。为了我的誓言，就这样，放，附近有秘密。来，走开，走开！我明白了。啊，有意思！应圣堂之令。哎，溜达。非常乐意。真相更近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知道了。利用，发现秘密了。我发誓，
下路没人去，我这边。好的。到我这儿去。应盛唐之命，已经出发了。就这样。啊，有意。你要当心了，真有意思。我明白了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明白，我还没有准备好，非常乐意。跟踪线索中。哎，厉害啊！哎，没死啊，没死啊！我操，厉害啊！哎，有次数要不要？那我要绿血，下去。我死亡应该太差了吧？巨魔刚才太大了，就是不一样啊！亡死了。我方下塔。快中鸟，快中鸟！中了，中了。他这边有眼的河道。我知道了。发现动他。好像不行。房间车上不去，再上了吧。哎。哎。我点到你了。好像可以杀啊，刚才。可以杀，刚才。啊！干什么？我的存在多了条线索。有野场。盛唐指引着我。总被干杀了。就这，妈被他转了两下，就是一个大。我是变弯的，反应在了。真有意思。这符号没跳吗？我发誓，应该快了他。我的仇恨会带我回去。应盛唐之怒。悄悄的。休想跑！我应该跳了，稍微小心啊。非常乐意。到了，到了。速度已经到了。就这样。至少一直往上靠。小心点，王应该跳了。反线索已经出发了。发现秘密了，就这样。转上了，转上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该来的。开雾境的我们野区还。啊，还在我们野区，还在我们野区，赏金过来了。我没粉啊，没粉，没粉。我这也可以打的，我有无敌斩。我没这样。那走了。真有意思。对方减速，减速。假的，那是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是秘密。假的，假的。哎，那两个应该过来了，老爷那要来。在我们野区啊，都在我们野区。注意这个，这条人。来了，来了。好，好，好。这个眼排了排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为了我的誓言。哎，给我打，我点灯了。哎，啊，不好意思啊。
有意思，其实被杀。说真呀，操你妈，报警！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他杀我吗？我明白了。不二，操！明白。有钱。非常乐意。报警啊！我操！啥意思？疯子！发现秘密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个影魔还是很肥了，一直在刷。陷阱已经就绪。真有意思。哎呦！我发誓，暂时保密。哎，我来了，怎么打？我也来了。哎，我没死，我没死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也去了。哎，我刚真的被你们拿了吗？你尽量野区往左边刷，右边两个也给我。悄悄的。还是稳一点，反正容易串我这个阵容。说实话，往左边刷，把盾打了吧。就左边这两个。你要当心了。不是，他们斧王不露头，怕他们开不过来，才往左刷。而且刚刚打起来了。打盾，有钱吗？有钱吗？你们说什么啊？我听不清。为了我的誓言。我没看他盾，他抢我有。我也无聊。就这样。可以打盾。哎，防在上，真可以打。明白。我接了，接了，接了。我带。已经出发了。贴一起看。我带一波。来来来。对。带一波，带一波。连打。快快快！这儿有中继器。我有那个。哎，九生，快！交安全，交安全。为了我的誓言。啊，我是演一发。来来来，再上。没有想法吗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们再打远。要你去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看啊！肉身已被夜野巨尘击杀。支援五给我吧，啊，算了算了。明白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，发现秘密了。骗他的，我骗他的，骗他的。上路补完一根单枪塔不好吧？隐藏的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他妈提出来了，过不去。暗面。这不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有本没？哎呀！我刚刚看这个方向。全面加固。上路方向塔需要支援，秘密揭露。啊！哪来那么多幻象？刚吃的。健身有蛋吗？跟我开雾来，开雾来。我想升个十一啊，差一点金啊。我方上塔已被反补。要推一下，对面发起来也顺吗？我十一了，我十一了，可以了。我没火。我也想冲。不用砍，等有盾的我们去中塔靠左推。非常乐意。三下路，可以进他们一波野。说真的。嗯、我们两个挂后吧，点波我们两个挂后，这样绕过去。九神来中啊，九神来中，来中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哎，我们开雾，我们开雾，说真的，我们成本有大，不怕的，我们这样绕过去。买了，等他过来，不是，就是正面打啊，不怕，我有大。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你们在中，你们在中。最好把那个斧王拉了。这。哎。哎呦。四麦明天吗？四麦明天。啊，是掉头像。多了条线索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还在赶，我大了，随便猜。
天辉建筑全面拆除。哎，拉他。拉过了就是。哦，对，忘了。拉过叉 B 了，我拉过叉 B 了。扛过来，扛过来。走，可以走。想不想打？啊！哎，草人呢？好，乌兰了，有没有秘法？算了吧。哎，补一下，赶紧出来打，我盾快没了。哎，我有个隐身，有没有人继续？我没拿。最好给我个无敌掌，没无敌掌我不想。嗯。哎，留个小的给他。非常恶意。我们不慌啊，感觉。巨魔跟他妈疯了一样。不是很慌。你妈逼巨魔不就是想疯了一样打单吗？哎，不是他单出个黑皇，你单。好了。没事，待会我给他出个大晕，让他出黑皇。又少了一分。哎，九成这两天去哪潇洒了？去越南买媳妇去了。啊？说好的上八千再娶媳妇呢？取不到啊，只能买了。他妈，一群疯狗，我靠！不紧张，走，走，切。我明白了，够吧，我快跳了，真有意思。我们夜眼建筑全面加固，我放入海洋支援，我要推推的，我要推推的，已经出发了，进入入城。下步双九成能不能来口瓶子啊？九成，九成下步双倍。哎，瓶子，悄悄的下步双倍。去了去了。哎呦我操！这个我想投机。我要把它。这怎么杀他？别管他了，退下。回到了。双方杀他。有人继续项目干，谁 TP 干谁，就直接来送了，没有被他们推推。我这受到攻击，我还一个打，我一刀死了，精致单杀，屌。操他妈，杀戮人多啊！哎，还敢轮替？他取消了。买个宝石碗，你是有钱啊？我600。我有钱啊，要买吗？我去刷，我去刷。我得买，你别买了。我买。把野都打了吧。已经出发了，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啊，有意思。你把刀都要买，没人买，我靠。我买。我差200。你出装了吧？啊！够了，跳到。有个符合要吗？狗一样的。要啊。加速。要。哎，我他妈最近排 CH 他把手是把手这个啥？见了。哎。啊。悄悄的。哎，两个符都给我吃掉了。没人这么点啊。哎，上路一塔在，拿了吧。走。
任家福。我的人头，我的目标明确。哎，这样可以的话，就把那个斧王秒了。这斧王一死，他们一死，他们就倒闭了。明白。分错了，打不过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别呀、啊。哎。哎，凤凰玩的好啊。凤凰玩的好、啊。看干嘛？他干嘛？盛唐、啊。看我不爽啊，因为我递过来的。好的。快 PKP 了。有个斧头。哎，这尾巴，哎，这尾巴呢？真的，真的。玩得好啊！这巨魔是不是可以操作一下？他打得很慢呢。哎，这个人好哎，杀鸡。啊，鸟怎么又死了？小刘禅人，他打了。赏金与鸡的故事。明白。别打，打他好吗？悄悄的，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出去有秘密。哎，是你拿可没出力，天辉建筑全面加固。回去啊，我回去啊。哎，走走走，那就走吧，走。活了活了，都没有多活。我想做个摩电机，怎么断都行。啊，有意思。哎，我操！我被标记了，我才发现。你要当心了。就这样。我明白了。对头。抓了吗？打吧。好的。嗯，可。巨魔 BKB 了，怎么说呢？秒他吧，秒不秒他我不跟他。你们不表达，我不知道。对，先把人杀了再变吧。过来做阵。不用管，只要让对方打他就行了，扛住了。哎，这里有鸡，我操，他这样杀鸡的。用身体为烈焰星辰击杀。好手气。分钟线出。哎，扛住，继续的。我马上起来。我知道了，放置陷阱。陷阱已经阵型。啊，任家福王还是他妈的比较。我哪里有钱我就去哪里了。好的。明白。盛唐指引着我，你要当心了。我发誓。发现秘密了。真有意思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，已经出发了。啊，有意思。明白。哦，我打完这波远古开悟。可以。凤凰来吗？凤凰来吗？算了，等凤凰。嗯，等一下我大炮。找他，找他。应盛唐之命。对面那么等级那么低，哎，开了雾也抓的不值得。泰达罗斯之声。这啥子火？啥子上高了？不要上了上高地啊！我给兄弟。等我也有空的，我也有控制。啊，闪击。哦，这个不用拿了，拿了。哎，还有一个，他跳过了。我知道了，没事，随便打。秘密揭露了。哎，就是黑桃，不掉。我是小鸟。
啊？查查查！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敌方下塔，已被摧毁。抓这是没用的。主要是他刚不带拉他。怎么了？没没没。没有夜叉节奏好慢。说了拉他，必须拉他。非常恶意。我要用这个闪，能保持到我的力。哎，有点远啊！我踢中了，但是有点远。看不着。这标记了。这儿有中路的技能。这边是什么一步？没呢。看我们的样子啊！下有个加速啊，小陈。新的选手。哎哎哎！赏金被我两刀秒了。保持保持，地上。哎呦，这巨魔好厉害！巨魔，哎，这剑圣在干嘛？不知道。哎，什么情况？我反正两刀把那赏金秒了，然后正面的巨魔在砍我，没人能救我。剑圣的蝙蝠都没放出来大。需要支援。发兵。飞了一个远程的。啊，不要没有。对。不是，这波他们这波脱节了。什么脱节了？你自己放大，你大按不出来吗？我看不懂。那你不放大死？哎，别急别急。操，好烦。你跟蝙蝠都没放出大就死了。我方中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中塔已经失守，凤凰也有大，是亏啊。我操，这他妈还能操作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你们刚才有好几个人都没放大。哎，刚刚就是我被秒了，然后不该打了。那你说。啊？不说，一会儿看我还是把 SF 抓了，你要。刚才你被秒了，他们赏金也被我秒了。赏金没有，秒秒都没输出的。把那个还有宝石的那个。哎，现在你要么就盯着那巨魔，要么就盯着斧王，然后杀了就行了。这个，特别是找那个酱油，那么随便打的，不要去打。挂了，挂了。就要杀斧王。现在就怕斧王，其他的还好。真有意思。还没来，别打，要打吗？别打。发现秘密了。别杀他，也是肉啊！别杀！别杀！走啊走啊！真的？哎，别作死啊！走啊！我操！走，大哥！我走。剑圣没大，我不在，你们杀谁啊？闪，七百点。好了，没用了。拿这个骗一下，一万个，拿一个蝙蝠去，待会可以骗一下。来一个，来一只。明白。随机开弓抓个人，或者等个盾。就这样。要秒那个。好的。放。哎，别打崩了啊！别打。明白。还没拉了，别去了。悄悄的。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。肯定要打他们。发现秘密了。哎，九神，你需要个 PKB 啊？我需要的有点多。为了我的誓言。不吗？还不能使用。只需一个 PKB。我出了 PKB， 打不过巨魔。可以抓。
哎，我跳到 CD。他买不了的，他买不了的。买不活的，买不活的。我发誓。他买不小心光。买活了走啊！不要打。他刚买的冰眼好像。他刚买活的冰眼了。冰眼了。我发誓。扛着柴啊，剑神上去了。哎，棒子！来，死的蛋变出来了。拿了，拿了。你棒子控一下，剑圣。我要活了，走了，没了。都差一下，算了算了，走吧。活了，快点。我方中路兵营已经开始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跟标记了。我明白了。你加满。活了，打住了，快补，快补，别死了。我也想补啊。哎，回复给我。回复给我。我操，好脏。他没跳了。没夜叉好难玩。我没大的。他们想过来打断啊。只能守一下，我没大的。就这样。好像没打。他们知道。应胜堂之命。哎，斧王是 TP 上路了，那我们就打。旁边有 TP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快打，也是有奶的，多快的。真有意思。当他面打，干嘛？我没有狙击。你要当心了，真的吗？下去。这个，我说。别。杀掉了吗？好的。被杀了，被杀。不能买的，不能买的，对吧？对。发现秘密了。什么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快打！不会打。略远。能聊吗？非常幸运。他发的可以看到了。冷却中。应胜堂之命。来把仙带上。真有意思。不会自己说。巨魔没死，我现在打不过巨魔，我要出个分身。用你的誓言。再多也打不过。悄悄的。有骨灰吗？在哪了？你跟这就跟我养吗？啊。秘密藏的更深了，已经出。这给你啊。好。明白。明白。这个很 nice 的符。分钟。可以等一分钟啊，一分钟有。明白。我觉得我分身就能打过巨魔了。哎，我现在有雾，有雾。可以带一下中开雾，我盾还在。奶酪是不是还在啊？应胜堂之命。没事。我发誓。啊！哎，可以。来啊，人呢？吹蛋。神。拉过来，我也养。休想吧！斩！CD 刚差一秒，兄弟。阳了。别紧张。我也想斩啊，兄弟。再推啊！就这样。中线带过去推啊，中是超级兵啊。啊。
哎，我去了，兄弟。他才六十秒，要推几次下？我去带你们看着大的推一个。我没拉的。刀落蝙蝠，你不要被蹲了，刚才剑圣就中了被蹲了。真有意思。九人这波先给我。哎，误会。发现秘密了。哎，能插多少？插多少？插多少？先把塔穿了，穿了。好的。等线，等线。这波不用兵眼，好好打就行。对，他30多秒，你上去差就是你有盾，把那个棒棒他远一点。那是我操！我还没有准备好。王子，王子，往后了，往后了。补一下再打吧，我蹲时间还在远。他们已经磨死了的。我放置时间到了。王，小心王，小心。还有盾呢？还有盾啊，还有盾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九神叉，我们看九神叉有盾的。你转拆一波，你转拆一波，再分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让他拆就行了。操，这也能找到针呢？棒子，棒子好了，棒子好了。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有了。等我拉一个，等我拉一个，你们回来。拉一个可以，拉一个可以。我们先假装往后撤，你拉。走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哎，你开个雾啊！港军在这，港军在这，蝙蝠来啊！没来。刚听到他影子了。我看到了。不过去。飞机飞机的。真有意思。哇。可以开雾，来不了。真可以开，真可以。可以。得到了。哎。我知道了，快快快快！明显不好。明白。帮我带过去呗。应盛唐之命。来，别带慌，别带慌。好的。啊。原来是 TP 不错。要放我带线啊。明白了。跟我走。我们去上，我们去上，上路。他还要打，他还要打，操！我买的，我买的。下两个，阳了，阳了，阳了。他怎么不开 BKB 啊？不知道，他光想着 BKB 也走不了，紧张。紧张，紧张。他开始我们能走啊？还有大的，还有大的。还可以一波了，这赏金就一直在杀鸡，刚才又把我们击杀了。敌方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什么叫一波？没拉，一波不了的，一波不了的，我差不多。哪里打起来了？来了！哎呦，我知道啊。好啊。真有意思。哎呦。解救一中，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禁止已经正式出现。出现，有意思。嘿嘿嘿嘿嘿。
可以可以，能买能买。哎，我想去买个圣剑了。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给我玩死了！算了。哎。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我打他老命死了。骨灰来一个。哎，他喜欢杀街，不杀他。啊，吹起来了。还有个影魔，骨灰。哎，等影魔活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武王加影魔，我们打不过吧？嗯。他打不过，他告诉我。我不行了。可以可以，我也养，我来了。啊！还出个什么？哎，这是几个意思啊？这什么？哎，哎，这塔，操！哎，这塔好脏啊！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疯了，疯了！哎，别被一波啊！我去打盾去了。就这样。我来了，我帮你捡了。哎，就是你打了，哥拿盾。有有有，跳刀不要。把你刀捡了。六山已被夜野军团击杀。应盛唐之命。什么？哎。真有意思。我要回家，高地守等你们。明白。好不容易赢一盘，我靠。哎，这宙斯，你看，不知不觉装备这么好。哎，九叔，我记得你走的时候是有5700的。对啊，今天上来5连败啊！九神别慌，我也6连败。哎，你这蝙蝠玩的可以啊！蝙蝠凤凰 carry。好的。齐了吗？齐了，出发。我一个 carry 啊！就你一个 carry 吗？操，你好毒啊！蝙蝠上来送阴血啊！我好难过啊！你没看蝙蝠中路那波操作还是有点亮点的。我发誓。哎呦，我第二个强，我想杀他，结果你在扣符，我操！明白。哎，都说他 carry， 但是我好像战绩比较……哎，这个赏金，我操！这个是专注杀鸡30年啊！哎 ，CH 不是以前你的队友吗，零九？他是不是 CH 啊？是 CH。为了胜利，加速前进，前进。我明白了。哎，拉锯魔啊！拉锯魔我就不会死。下来等我，下来等我。他就是 CH， 杀个哥，妈的逼，还他爸爸说他妈逼傻逼，我操！明白。干谁说话？我买不了的，我买不了的。有点不是特别稳啊，感觉。哎，他有个绿章啊。我还是最稳的那个人。最稳的那个人。哎，我的跳刀卖了，切不进去了。妈的，巨魔都出了个绿章，真是他妈屌！等等，谁给我装备了？
东西啊？可以啊，乌鸦。哎，